早上好，老婆们。又是被麦香鸡支配的一天，再尝尝男朋友的鸡腿堡。下午拍了个家居服视频，喜欢这种可爱休闲风啊，好可爱，我抱抱你，别搞事情哦，走开啦，让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去垃圾街吃热奶堡，而且那边还有个特别好吃的那个车轮饼。有小狗。进击发现热奶堡摊位，这个上面是什么呀？奶油吗？奶油多，好险好险！那我们请老板扶一扶男趴。这家双皮奶绝好吃，小料很多。我加了珍珠和芒果，一勺奶，看着就好吃。珍珠一起吃，用吸管吸更好喝。又来吃超好吃的鸡柳薯条年糕，灵魂干梅粉。被沙茶里脊肉吸引，孜然鸡肉夹沙茶猪肉双拼。小心点啊，别刺到了。明星选手车轮饼，等号太多，先去买个喝的。薄荷烦，顺一条鱿鱼。帮你看，它那个里面还放鸭血呢。大鱿鱼到手。再买份章鱼小丸子。终于等到车轮饼了，臭臭的是榴莲芝士的。好好吃哦，好香甜。这个是芋泥麻薯的，好满哦，他们的料，芋泥好香呀。柴鱼片好香，这应该很好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河马吃西瓜。真的很好吃，很烫哎！不烫吗？好像还吃过他们家那个牛奶红豆，什么都挺好吃的。一场与章鱼小丸子的博弈，小心翼翼试探中，果然还是很烫。二次试探开启，这次吞一整个。好胖的烤苕皮哦！别说它的肉没吃掉，我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加了肉，肉好吃。从7:30吃到10:00，开心心回家，散会。